敷衍的吗？头。是我见过最好养、最容易伺候的狗了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掉毛，我掉毛，可劲掉，掉，掉毛。过来呀，你踩这儿，你踩这儿过来。二哥，呀，你疼不疼啊？对不起哦。那给你擦一下吧。啊？啊？给你擦一下，疼吗？疼吗？对不起哦。记得讲完了，看好了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啊，没看到吗？没看到我扔球吗？老子说哪样你都要来反驳，你个杠精儿啊！你脑壳进了浆，东西不能吃。有
好想喊一声去他妈的生活啊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，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会不见，我要慢慢冒险。我太难了。姐，我饿了，看看家里有啥吃的没。啊，拿个面包啊，真棒！啊，还知道把门关上。啊，好，上来吧。拿走了，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拿走了，拜拜了。